处理一些手续上的问题，差不多半个月之后我就回来。哦，您的计划我们倒是看了，问题没有多大问题，但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是什么细节问题啊？是资金分配和担保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你先回台湾把公司的问题处理好，我们等你回来再细谈。是，不急不急。对，急也没用嘛，欲速则不达吧。啊，刘先生，那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先走。哎，这是叫点东西喝嘛。不，哎，那我晚上吃个饭好不好？不，你不吃个饭一路顺风吧。啊，谢谢。好，再见。我快要掉进坟墓里。乌鸦子，别乱说。怎么了？你没听过结婚是爱情的坟墓？听过。八个人啊，你这是正式通知我吗？什么时候办？越快越好。心点儿，不是的，杀老妈子逼我。结婚是人生的必然阶段，应该高兴，恭喜你了。再说你一个人在北京，应该有家，是不是？个家。喂，我接了一桩大生意。有人打电话过来订了一张八人台的餐桌，你说我是不是走到哪儿福气跟到哪儿？当然，我亲爱的福气最大。Excuse me， 江总。嗨，妈。哎，我来了。在干嘛？哇，妈好漂亮哦。对呀。I think it's gorgeous. Thank you. 你们待会儿去哪里呀？哦，我等一下要跟他们去看个广告公司的朋友们，party。哦，好，各位 have fun， 但是不要喝太多了。OK， 不会的，不会的。Come with us. Yeah. I like to, but I'm busy. Busy doing what? 我去登台嘛。登台啊，我。登台 mean doing a show. Yeah, a show. Yeah. 哎，你爸爸妈妈呢？I think they went out for supper. No, you guys go ahead, have fun. Okay. Hey, why don't we go to her show instead? Oh, wait for Christmas. Yeah. By the time, my mom's gonna have a great, great concert. Yes. Mm-hmm. Your own concert? Yeah. Oh, why didn't you tell me sooner? Come on, let's go. 我再告诉你 Okay? Mom, 那我们走了。好，早点回来啊。Okay. 好好。Good luck. Bye-bye. We love you. Bye-bye. Bye-bye.女士们，大家晚上好。为了庆祝圣诞节的来临，我们今天晚上特意为大家请出了一位台湾的红歌星，他将为大家演唱一首《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朋友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方玲小姐。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你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舍不得我哭。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阻挡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我相信我不会无辙，我愿为你疯
想呵护你脆弱的灵魂，任生命阻挡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我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你尽力而为。我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你尽力而为。相信我，下辈子不要当男人。为什么啦？当男人啊，就是猪八戒照镜子啊。嗯。里外不是人。我才下辈子不要做女人。对啊。吃饭兜着走。真的吗？对。哎，总是男女分析啊，就是啊，麻烦啊，麻烦啊。麻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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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那个，我喝这个，我喝这个。来，不要乱讲笑话，给我听。不要了，不要了，你不讲笑话给我听吗？对。没有事的。好，告诉你一个笑话。你说，你说，你说。我现在要问你，这个有几个手指？六个。上课，看着办吧。嗯，杜兄，我今天好开心啊！嗯，我懂了，我懂了，我懂，我懂。
哇，我没领我啊！哎呀，什么事啊？他们杜平，我婆婆在这边睡。啊？喂，啊，睡？那我怎么办？跟杜雄睡。啊？好了，赶快去嘛，去嘛，去嘛！哎呀，你就跟他睡了啊。哎呀，这忠哥，谁呀？啊，平安。哎，对不起，我本来睡了，不过三婶她说不要跟三叔睡，睡在我的床上里面，那所以找你了。那你睡我的床吧，快。那你呢？我睡杜华的床。哦，好，关门，关门，好不好？小心一点啊。去哪里呀？这么早去哪？嗯，本来他们都很支持我的计划的，就是因为那天在酒店的咖啡厅里被他们听到了银行在追讨我的债务，现在我已经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了，到台湾之后一切都好办，真不知道还会再倒什么霉啊。你不用担心，既然是杜华介绍来的朋友，那我让杜华去问问他们到底有什么想法，即使是有点什么问题，杜华也会帮忙解决，你放心吧。那就拜托你了，我要到台湾好几天呢，家人就麻烦你照顾一下。啊，对了，千万别让我老婆喝酒。做咩啊？好攰啊你！系啦，我搞夜晚两点几，然之后早俾子山吵醒咗，打游戏机。喂，琴晚翻嚟姐翻到冇事嘛？哼，讲你又白讲啊！而家几点？十二点咯。等等。我想办法帮下他们啦。你都知道这家有没有帮的啦。我都希望他两公婆床头打架床尾和的。望就这样望啦。不过话实话，你估计两个比较看得开一点啦。当然是男人啦。这些东西啊，女人特别小气一点。咁系啦，女人之中最唔小气，一定系多士你啦。你又知道？我梗系知啦。中国几好啊？呢啲嘢我有分数噶啦。学你啊，去玩情书啊嗬？哇，咩玩情书啊？我理真噶 ，boss。系志豪，人哋好女仔嚟噶。得闲带佢落嚟玩下啦，带佢落嚟玩下，呢排有排都唔得啦，勤于操练，要选呢个武林盟主，亦都有武林圣火令啊！
佢对你影响力都几大啊！你知啦，我对佢影响力都唔细噶。俾啲心机细佬，我使你掂嘅。咁我掂，我都希望 boss 你掂嘅。我好掂啊！掂，点掂？边个掂喺度？熊娃子，二哥，早去早回，我就不远送了。你自己要保重啊！哎，三弟啊，哎，逢凶化吉，大吉大利，顺顺利利啊！你收下。哎，哎呀，收下吧，熊娃子。谢谢丁伯伯，你自己要保重。哎哎，好。哎，子山呐、啊，快来呀、啊！你三爷要走。过来，子山。三爷再见。嗯，你要乖哦。嗯。啊，二哥，我走了。好。保重，一路顺风啊！Bye bye, uncle. Okay. Good luck. Thank you. Thank you. 三哥，那祝你马到成功，他们我会照顾你，放心。那就辛苦你了，我会不负众望。你妈呢？哦，她去了，留茂林哥。三哥，我会好好跟嫂子谈，包在我身上，回来给你好消息。嗯，谢谢。我走了。爸，保重。快一点！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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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妈，怎么了？什么事、啊？可以跟你聊一聊吗？好好，哎，待会再练啊、哦！对不起，找我有什么事啦？是你爸叫你来的？不是，不过希望你去机场一趟，守夜治他的话，让他好过一些。我去干什么？因为。从老爸的眼神看得出来，我从来没看过老爸的眼神像今天这么样的不知所措，这么的落寞。那我呢？我落寞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呀、啊？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呀、啊？对不起妈，我跟小五都知道你跟老爸不和，但是今天才从老爸口中知道你提出了离婚。要是这件事情是你跟我先讲的话，我们要跟老爸讲同样的话。那你这样说是我不对了。现在不是讨论对不对的问题，现在是我们一家人怎么去共同挽救度过这个难关的时候。妈，相信我们，相信你的丈夫，我们还是一家人好不好？哎，爸，阿龙已经有爸找妈去了，而且妈说她一定会赶来的。我看她是不会来了。就算妈不来，也不等于她不回来你身边了、啊。而且我跟 James 是不会让我们两个分开的。阿姨姐，就看着两个孩子的份上，去看看她吧。这已经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一家人的事了。妈，就让我们做这主，给我们一个机会，好不好？不会后悔吗？不，不会。爸，这是5万块美金，拿去干什么？这是钟哥跟华哥叫我交给你的。这怎么行啊？你赶快还给人家！你这孩子真是……爸，这是他们心意啊。而且钟哥还说，等龙塔拆了之后，有了钱，你再还给他，都还来得及啊。是吗？真的。而且钟哥跟我讲，大家一家人，没什么好计较的。你来收下吧。收下吧，那收下啊。Thank you.
真的很自由，我真的很快乐。爱上你以后，我的心一分为二，一半留给寂寞，一半留给等候。一天一天渐渐心甘情愿，让你的片刻温柔变成我的枷锁，一遍一遍慢慢无际无边，让我的一生一恋变成你的昨走进陌生的街头，一草一木，景色新鲜。